者陈立言综合报道。日本国民男友坂口健太郎在新片《爱》不由自主变身恐怖情人，竟叫女友柳生嫁纯在路边下跪。坂口在《爱》不由自主饰演苦苦追求柳生嫁纯的大学同学小野，有别以往暖男形象，展现对爱情极富战有欲的阴暗面，角色甚至带有扭曲的情感。当有村家纯在家门口提出分手并向他道歉时，尽量话如果真的觉得对不起我的话就给我下跪，形象大突破。坂口日前受访时表示，我觉得小野是个不擅长恋爱的男生，对于女主角纯的心意很坦率，言语和行动总比感情先展现出来，乍看之下是个不讨喜的男生，但我非常喜欢小野这个人物，因为他能将一般人常隐藏起来的丑陋情绪完全展现出来，那种直率和渴望爱情的感觉实在能令人获得共鸣。而导演刑定勋则透露，会选择坂口的原因是因为他平时虽然是扑克脸，但是只要一笑起来就能让人心动，很适合反差较大的角色表现。爱不由自主故事讲述女主角全有生嫁纯是在大二那年接到高中母校戏剧社指导老师叶山松本润士的电话，希望他能回来母校参与学弟妹的毕业公演，而两人也早在当年萌生了若有似无的禁忌情愫。事隔多年见到朝思暮想的老师，叶山却始终无法给予全回应和承诺，而此时同学小野坂口健太郎是对他展开热烈追求，发展出一段虐心的三角恋。该片将于26日在台上映。坂口健太郎在新片《爱》不由自主变身恐怖情人，形象大突破。车库娱乐提供坂口健太郎又在《爱》不由自主热烈追求柳生嫁纯左，车库娱乐提供。